这个你，我完全打不到，我没办法。然后这我这只能给干你，扰这个给他。你，这个给你，这个给你。后面还有一把剑。哎，骑马的，原来他是骑马的。哎呦喂呀！又是骑马的，又骑马哎，的啊！又是那一批，很纯的，很纯的。我还劈不出来，要等一下。哦，有人在射那屁马股，跳太高了吧？速度快，好了，我要出去玩又了。跳得高。弩好烦，我把你马烧过起来是你的马毒喽！哇 哦，哎，点名，回家，哎呦，强制哦，你们是坏人。若石好像是矿工都挖绿宝石的呢，哦，没记错的话，哦，这个不错，他们大局出来喽，我们也来了，我们都来了，跳到前面爆炸了，逼他。哎、欸，我还有河豚啊！毒到我了！哎，不要射我啊！好不好坏哦！有小喷屁王的战斗，哎、欸，家里有人哦，发光没了。好，我回去。有人哪里？啊！你们不用每个人都回家啊！带走，我要去。啊，修，很修啊！僵尸头上啊！僵尸头，这边有两个。哎呦，操！有一个来了，我还在囤积，我还要再三秒。二一，我不了。你笑这么开心干嘛？你这样。没有。打完身了。快出来！回来一点。哇，根本不需要那个啊。那还在射。啊，白痴！感觉不需要。贵族哎、欸，修上面上面、啊，不一样的方式，贵族就是吸收。哎、欸，那骑马来了，骑马来让我们打后面的，打啊，这个是要怎么出去？这是谁放的？对吧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右边有一船的，我补三个，三个，阿弟，你去右边看。我看到了，哎、欸，因为他们很臭哦。我闻到那味道了，我要回去了。好了，那我来刷他好了。哎、欸，我可以直接跳过栅栏呐！哇、哦，好痛！哎呀！啊，痛！僵尸头颅，哪里？我飞！你的小屁还会给头颅啊？哦，难怪那么痛哦，带僵尸头颅啦！我踩掉了。太深了！我，你不是我知道，我想说，太痛了，痛！右边有一个人哦，右边有一个人。你会给你就来后面绿宝石六个，家里哦，他往铁矿洞那里了。哎，这哎屁孩长大了，屁孩长大了，屁孩，家里后面，我劈到他了，他进家，他加速，他进家了，家里面进去了，再挖了，啊，被挖了一下，我已经有劈他了。哇，这个加速，这个好快，哇，这个铁针，哇，又挖了，加速很久，被弄下去了。对啊，加速进去！哎呦，在打我！开始放吗？他加速进去又加速出来，哎，不见了！他不见了！他是那个，哎，他进你的加速有几秒啊？八秒吧。那他怪怪的，我之后看记录档，他超过八秒就有问题了。卡了呢？我觉得是卡住哎，他刚回来，那我们打不到。他是加速绕一圈进去挖。然后又加速绕一圈出来，还有一个，这里，我好痛，我在牵制他，好机，我看一下上面写几秒，去外面看有谁啦，我就劈他，六秒而已，修，没关系，到时候看记录档，他超过就 ban， 后面超过限制，后面有一个，又有问题，加后面。往左边走，左边找四金的方向。没有，我看他到底干嘛？把我们家里有僵尸。我们左边有一个裸体的，他走超远。我们家里有异世界的。哎，你好。我去哪了？好烧，异世界的也太烧了吧，烧不停了。那个超烧的。我们家楼上有人，家里楼上有人。看到了，在砍。对，灭火成功。射箭的。然后后面的那个，我灭火了，然后只剩三滴，然后而且他还要被我劈，他被劈死了，你劈到我了啦！
我在上面屁屁到下面去，很臭。代表我们家空气流通太流通了。小玉走，小玉走，矿工的愤怒，力量力量力量，我给力量了，拿了拿了石头，赢的啦赢的。这什么东西？在屁，可惜可惜，还没抽完啊。哎，最后十秒把袋掏空，全部去抽奖。我看还带着是僵尸头，还想说是怪要去打，就玩叉机。哎，最后他只剩那个三滴血在楼上，然后直接过去毙他。嗯，你这屁王职业转职几率多高啊？我一次就中。我记得是5%以下那样子。5%以下抽卡了，抽卡了。嗯。上次是第三抽，这次第一抽，哇，首抽中大奖哎，哇哦，不对，3%，3%，哇，比凋零骷髅头高一点，我不要这种赞叹，哇哦，哇哦，补你们，你玩的蛮开心的，感觉玩蛮开心的。可惜这次还没有那个烟火，没有抽到。嗯，我有烟火哎、欸，我有抽到啊。好啊，现在抽到都不会讲的、啊。我不知道到底抽多少啊？44次，哈基。你们一样啊？你也是，你们一样啊？我们只看第一个。我是看家里箱子好多黄金啊。好、啊，我们两个来比啊！44大奖次数哇！哦、可是哈基不是一次就中吗？对啊，没有，我们要看总共啊，一次没有用啊，多吃一点啊，是这样、啊。中奖我也比你高，哇！哈基，嗯，你看绿帽子小雨。欸、他们完全没有在挖、啊，对，对他们前面有挖了一些啊，可是我刚前半段都在那边钓他们，钓鱼，钓到他们都觉得很烦，然后就不挖了。暂时现在是我贵族去挖，贵族嘛，喜欢这种宝石啊。有人宅吗？有人宅，都在家里，61次。破坏核心，本金是啊，团团，好了，丢死啦，辛苦啦，丢死啦，拜拜，爸爸爸爸，再会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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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，好啦，今天，哎呦呀，听到，今天阴阳师。哎、欸，其实真的还蛮好玩的哎、欸，不阴阳师啦，结界师啦，我在讲什么？等下这个来要哈，好啦，第一场真的是玩到心脏的声音真的是都听得到很大声，你们应该有感受到吧？然后来就对啊，今天周五巧克团就到这边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好，我们再要去魔物猎人了。如果想继续听台的，就留下来吧；如果没有要留下来，就帮我挂台吧。大家拜拜，不是拜拜啦，大家见。我感觉蛮团的哎、欸，满团的对不对？没有，没有，骗人！快点，快点，输出！嗯，那是因为我还没有打金狮子，他们已经在打红莲暴脸了。嗯，可是所以没有满。红莲暴脸跟金狮子不相关，不是吗？他们要过那个过金狮子才能进他们的巨魔，打了所以我进不去。哦。哦，你还没有打那个熔岩地带。对啊，他昨天去，他昨天打就他昨天上就直接睡啦、啊。哦、对啊 ，Yes， 可以来我家看我的小五吗？
灭尽龙公仔买了，可是公仔只能摆一样，所以斟酌不要全买。对啊，所以我只看着灭尽龙而已。我是买了胖同学啦，我是灭尽龙跟胖同学啦。哎、欸，我也是灭尽龙跟胖同学。学屁、啊！不是我昨天就已经把它全部加入公务清单了，可是想说要等那个组合包，等组合包再买，结果今天就被小钱说服了。我同学跟我说他要抽丹娜，然后要保底，就算保底也要抽到。哎、欸，没有保底，就算抽完了，他也要再抽抽到这样子。他抽了2700块，跟我说是小钱，我被说服了。是小钱没错啊。我想说，干，我这个才800块不到，不买好像显得我对魔物没有爱，我就買。对，而且你这个真的是直接保底买的，而他是抽一堆肥料。啊、对啊。哦，我赚不到了。太大了！啊，下来了没有？来了。你们是打红莲哦？是。嗯。哎、欸，你红莲有大小金的吗？没有啊。红莲进来都是小金。红莲我不抽，为什么知道？奈斯说的。奈斯为什么你知道？装了个 Hard Work 啊。哦，新的出来了吗？对啊，出来了。啊、你还不贡献出来？还不先贴出来再自己用，真的是自私。真的哎、欸，你不是nice，你是自私呢。到底？就干呢，咪咪冒冒。参加。就难不是？啊，对，尾巴我没有挖，我要去挖尾巴了。尾巴在哪 ？Nexus。啊、打完了吗？打完了。好，好，那我杀完这只就出来陪你。加一。干嘛？你也要抛弃奈斯了是不是？你很坏。我操嘞！撞撞撞！杀魔耶！不对，为什么？降下来了，倒了。对，看来是被我泡倒了。还可以做。作战会议，哪里呀、啊？哦，我来啦！哎、欸，水里你好。啊！你找我，你找我，你赖一赖我也看得到、啊。总是了不起的大哥。循环的这个动作，这是坏的，是不是？还不爽啊！啊，快死了！被抓！闪光弹！破坏的化身！呀，拜！哎，风压！闪！还可以闪，快闪！他来不及了，他不要风压搞掉、嗯。不是啊，你喊个风压的时候就得按了、啊。没有，我被风压。风压从传送，我想说他飞起来，他飞起来就说风压。
红莲不是要七等才有吗？啊，没有，七等五等就有了。哦，五等就有了。嗯，那你们抓吧。是飞回龙地带吗？逆战暴锤，凶的暴锤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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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睡了睡了，抓吧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！哎，注意，现在是黄昏。抓毛鸡。看一下哦，这边是荒地跟龙岩，荒地龙岩有猫鸡哦。好，五等才会有那个啊。哦，还是你说收尾的压中啊？好，我穿一身衣装去，我去荒地看看，龙岩地带就很好看啊。对啊。龙岩地带有一处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吓到了、欸、有毛，可是没有牙种的。嗯，啊，另外一处嘞，岩浆的另外一处被红莲暴鳞龙碎了，所以一定没有。哦，卡，红莲暴鳞龙直接碎在毛鸡出生的地方啊，所以还会碎了吧？没有，是因为没有吃猫。猫生博士吗？不知道有吧，因为我这边有，哎、欸，不见嘞、欸，消失啊！我往上了啦，月亮出来了啦，难怪。哦，晚上啊，直接消失哎、欸，马上不见、啊，直接跑啊！真的哎、欸，所以是在里面等是有的。对，难怪你那时候说看得到啊，我却说我找过啦，怎么可能？对啊，想说为什么看的不一样，以为是搞我后来的问题。先来后到的问题，真的哎，先来的后到，先来的后到，后到星球，又爆水了，爆水了，好，我退出，小金吗？有啊，那是说小金啊，你有更新吗？没有的话你怪他，哎，我断线了，为什么？那就是你已经有小金了啊，你之前跟我们打的对不对？每次都是你们害的，你看。跟你们打斗的小金，我本来就有小金啊，我只来打他的素材而已。哦，猎人笔记，看一下啊。红莲暴鳞啊、欸，有小金了啦！要不要看动画啊？队长不能进啊，不见了。气哦！跟变装。所以等一下是要打那个吗？四套龙。我要帮江江打，顺便去刷我的龙岩地带吗？是啊，我他活动也还没打啊，我也要打四套的那个。我也都还没打、啊。那要打那个领证。哎、欸、，Nice 啊，你的赛亚人的眼镜要不要分享一下？啊，有啊，我丢了王子出来。你丢在哪里？哦，他是贴网址，他不是贴压缩打给你们啦、啊。哦，还要下载耶、欸，给个连，给个那个吼。看一下，原来龙莲，龙莲，原来龙岩地带是这样出生的。对，對啊、直接被挖开。人家就暴力啊。那可想而知，往高的地方爬就是雪地了。贝蒂安安，不是啊，这个打账号密码进去会卡、啊。哦，那個、还要办账号密码才能载，是不是？对啊。我说艾博难道不会 teleport 吗？他看起来一脸会 teleport 啊。并不会。你的艾博就从世界开始就已经那样了。teleport 又是什么？传送，给你们看小屋。完了，我有人丢出来了。好，这才对嘛。不行，他们打架，我
脑海中全部都是那个宝特瓶。对，就是他。是哦，跟我昨天说的一样，有没有？打宝特瓶啊！我昨天在打的时候也是跟分析说，那个已经回不去了。对啊，全部都是宝特瓶。宝特瓶跟那个拐杖手。是的。那应该快看完了。交给我吧。哎呦。对呀、啊。传送保留什么 ？Nice 的档案有毒，保留有。还敢放有毒档案啊 ，Nice！ 是不是想干嘛、哦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哇、哦，好吃好吃，宝特瓶好吃。哦、对呀、啊，宝特瓶。嗯，那我去打开我的小屋。可以，哎、啊，对、哦、我要去，我稍微去瞄一下你的小屋。哇，连向导兔后面大小径也会写了，哎，家里的。好乱。哎、欸，你没有哦？你在设定？我在弄了，我在弄了。好了，公开了。哎、这就是我家。我家。超粉的天。超粉。但是我觉得很不错看。嗯，你进来了？我正在宝都区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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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困好心。困哇！这次变成艾宝救大团长走了，把我抛弃在这。是。那也不算救他吧，他只是扶着他而已。对啊。而且大团长看起来也不需要他扶。是，他就是大金狮子牙种了，还需要扶吗？对啊，袁总，袁总扶牙种。灭尽龙，哎、欸，怎么是直接可以动按的？可以动，我要看模型啊。他可以按啊。我可以进来了 ，guys。好，我来了。我来了。不是你们两个也是集体抛弃 Nice 就对了。Nice 在我家，他很好。他在他家。他在我家。他在坐着，他在。可怜呐、啊。他在玩我的公仔。可是他是感觉是给一个图案，我都替奈斯流眼泪了啊！奈斯，你去，我去抓毛巾。啊，晕了。哪个更可怜？没有啊，我拿上去驯魔了。好，你看都你在那边乱歪，奈斯，你看，哦，今天有送天之龙的，我想说今天的票我不领嘞、欸。还行。想啊想。听起来不缺。哎、欸，抓毛吉真的点数加好多、哦。哎呦，我今天看到你抓，然后调查完七千多，吓死了！好夸张哦。只是抓个毛吉，不会缺的点数啊。嗯，我要防御大，我要吃防御大。会不会我又被 combo 到死？他透跳也会撞到、喔，会会啊，跟麒麟透跳一样，很北齐。那个哦，他是甩腿哦、喔，我以为他只是后跳而已。啊，哎呀，参加可播的读取速度，我需要防御性能器。啊，有那个东西吗？没有啊！哎呀，静静的。我来啦！我也来啦！哦，困好戏啊！哎呦哎呦！哇，这些设定都要重调是不是？大小那些？什么大小那些？就是辣椒。哦，没事，我知道你在说塞尔。嗯，哇，你好棒哦！你越来越棒了耶！乖乖。啊，怎么显示近视时的协调、欸？哦不，我有一种我死定了的感觉。你是不是看到人生跑马灯？不要跟着那光走，
他喷出来那个光，不要跟他走。哦，痛！完了，好险！我来了，我的大宝城压着了。哇！我来了，怎么大家都在挖？我是不是要挖一下？挖！有没有闪光弹？我啊，我没有。啊，来不及了。哦，尾巴。对，打他一巴，他就跟赛亚人一样，是他的弱点。嗨！哎，我被晕了。不知道谁帮我撒了一个粉，我没。快快快！我撒的。快说。我忘记不是完成枪。哦，开大啦！刀很痛啊。呜。我操！高了四阶。倒了，他扶墙了，他扶墙，不要扶墙，不要扶他，不要扶墙是怎样？你是，那傻了，我尽量傻了，来了，你该睡了，阿、啊、靠，我是不是该穿补妆啊？不用不用不用，我为了你撒完粉了啦，我自己要谢谢你，这样好不顺哦，昨天自己打都没那么不顺，怎么会啊？而且今天这只特别痛、欸，想跑睡啊！你最好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在空中爆炸了？奇怪，你是不是需要我补？你要讲啊！不给我！是啊，我一直按着、啊。我是说 HTT。不要！你要补，你要先讲啊！哦，我傻眼呢，这个血条是显示拉呢，拉奖。哦哦哦哦哦！我的分身。该睡了吧？啊，睡了。睡了吗？没有没有，被撞了，倒是真的。我打石头出来了，想干嘛？哎、欸，我是阻止他的地毯之父。好笑，中毒！他火龙把我打他，哦，很会喷哦。哎、欸，红牙。对啊，他的血量显示好特别哦！哎呦，对对对对对，更新完还是跟以前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嗯，完全不一样哎，更像赛亚人呢。那我来了。要转快。哎，在手臂上是不是？嗯，是要在手臂上。我在哪里？倒了。众生平等蛙。啊，没有，可惜。哈没哈没哈。有时候会更多下。啊！再打！哦，大多星掉，大好一阵。啊！差一点。他刚把我挤在他胯下。哒噔噔噔噔噔，哦呦！
哦，我躲开了。哦，这个我没躲开。好痛哦！这不是六七。耶、欸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好吃，好吃。来了，我会不会在这里死的？有那么多不会吧？要去哪里？哎，滚太远了吧！抓了滚！我中毒了。我是有广域化吧？我记得。哦有。哎呀，没有那个，再找一根。睡觉吧，哦困啊！噔噔，哦，哎，好了。啊，哎、欸，好特别哦，哎、欸，对不对？这边超多大便的。我觉得是打这一只。就会很多大便、欸，他感觉超容易拉屎。嗯，人家比较容易拉、啊，真的很容易拉屎。还会拉响，突然会出现那个大便。困呐！哇、哦，差一点点。你好，你好。被撞哦。好。要抓他屁股，要抓屁股，要抓屁股，撞起来！还有石头吗？来，换我，换我，我换，快死了！我看他护的好了，有，我看到了。哎哎哎！干嘛？跑掉了！我在，不是啊，我本来要放第一次放失败，然后被后面的炮轰。就是你放失败，我才要炮轰你啊！并没有，我本来放成功的啦。是他都走那么远了，你跟我说你要放成功？没有，我看起来好像实验体哦。真的，背后搓成这样子，狼人有没有？狼人换魔族就是改成这样子。不维克，我本来想看他跟黄木口爆有地方争夺。砰砰砰！他要怎么换位置？有那么多次吗？好爽啊！哦、三次啊，对啊，两个。我想说奇怪，不是刚刚不是 HD 已经放过一次，怎么还有呢？想到你还可以分开放，不过伤害会减少一点点而已。哎呀呀！钢黄毛，到这里都可以听到你们两个、那个放出来的东西掉下来声音。对，讲讲可巨魔啦，走龙巨魔，嗯，什么龙巨魔？龙什么龙巨魔？还没打、啊，我们的活动还没打、啊，好活动啊！讲什么鬼东西？真是你怎么可以？你怎么可以先乱跑呢？对啊，等一下，活动瘴气古龙，本来今天高高兴兴，对啊，今天有四个是一起的，这只有一个飞龙不是。飞龙就去打巨魔的，随便两口就好了。对啊，啊有一只。本来今天高高兴兴。你为什么要雷我？厕所。那、啊、开场进去先布区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我昨天打金狮子就直接布区一次，然后就看到报酬扣一，我直接踹起来，还敢布啊？你知道我昨天打的时候，一进去被丢包嘛？哎、欸，不是被丢包，一进去看完动画被丢到他前面，然后我要丢回家球回家，丢到
捕获弹，直接死在那边。哦、然后我那时候，你不是大骂脏话吗？对，然后我那时候还没有发现我的那个扣一了，然后我又跑出去放爆筒，不去一次。哎、欸，我有报酬金。你不是还骂？赶紧你啊！我就射了。放爆筒不去一次，我的那个死亡数剩一，害我吓死了。我想靠呀，好猛哦！绿色药草。哦，这个等一下进去跟你讲是什么。好，就是他不是跟你讲说绿色跟红色吗？对不对？哎，你知道我们原本就有光胎是不是红色的吗？水罐球不是也是绿色的吗？嗯哼，对，这两个拿来喝。好，是这样吗？好啦，反正就是你会看到绿色跟红色的东西，它很不明显，可是就是长那样子。但是你身上不能多喝。没有啦，它长得就是珊瑚，长得就是游戏里的那样子，有点像珊瑚的草。所以其实丧尸状态就是让你回血用的，没有让你不方便用，让你什么都不行，你也跑不起来，你也不能。他不是说会回血吗？你不对，你就纯回血，你不能跳，你不能跑，你不能干嘛的。大型蜥蜴。大西西，干大傻西西。哎、欸，我的密钥没了，坐一坐。哎、欸，不是去转一转就有了吗？舔一舔，泡一泡。哎呀，那个是古堡。你们要不要在一起？结婚，结婚。发出了结婚的声音。的声音，一个声音。干他！我就知道。干他！我操嘞！不是那个兔子吗？发出兔子啊，干他的声音，发出了 CP 的声音，是发出了结婚的声音。我吃个饭。哦，好久没在玩麦克的时候开瑞了。那我吃个肉干。星辰肉干呢、啊？我本来昨天晚上有去帮那个路人补过一场，然后呢？好像没什么用，因为他们是狂中瘴气，我就放弃了。哦，他们就是不会闪吧？嗯。可恶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这样我还要摔耐障吗？不用。不用。不用，不用耐障。他的耐，他的瘴气不是瘴气，只是湿毒。变身用的。嗯。荒地。我的瘴气不是瘴气。他只是让你中那个啦。某个国家的病毒，好，不会扣你的血量，不会让你的血量顺便变成一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嗯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可以进去换虫。耐障式套笼。耐。奈斯，奈斯龙，你这个跳下去就看到红色的药草了。骗我？没有吗？没有啊，这有一个绿色药草。哦，是绿色哦。红色的话，我就不知道在哪里。这边、啊，绿色。哦，这边有个绿色吗？红色就前面吧，啊，这边、啊。红色在这边，红色来我这边。这边。就这样子啊，没什么好说的。混合。对，你要先，你要自己先做过一次。这个是 HTT 提供的方法。我没有邀功，这是 HTT 提供的。白痴哦，喝什么热饮啊？反正我把